咁啊做做下咧，咁啊你又想揾多啲生意嚟做噶嘛？咁啊四围派，咁咧，咁啊你引吸片派咧，我觉得系观塘啊、荃湾嗰啲工厂区派，派咗之后等咗两个钟头巡回咁样嚟睇，哇，觉得啲吸片咧，工厂大厦派咗几百张，两个钟头行翻嚟抌到成地都系，就变咗咧就使到嗰啲吸片好嘥啊！咁样咧就自己谂计，有乜嘢能够悭啲咧？先生都對我寫字有，即係話我寫得都幾天正嘅。咁啊，關於呢啲寫畫板呢啲咧，由於我長期時寫字咧，就我習慣咧就要寫嘅字咧就要四平八穩，四平八穩。嗰啲撇畫咧，我中意寫肥仔字嘅，肥仔嘅字咧就較為咧就即係穩重啊。就望落去咧，就變咗四平八穩啊！就唔中意寫鈎挑挑嗰啲字噶。佢只係一個廣告嚟嘅啫，咁佢係因為廣告佢係表達咗佢嘅功能，佢可以做啲乜，佢留低嘅就係一個電話號碼，你點樣聯絡到佢，同埋佢能夠做到一啲乜嘢嘢嘅服務，即係佢有啲咩 service。呢啲就係香港人一般對渠王留低喺公共空間所寫低嘅文字內容嘅理解。我諗唔多人會覺得佢係。是藝術品，包括我自己。中國的繁體漢字呢種文化很 magical 的一種化學反應嚟嘅，其實係你撇除了數字咧，數字所有人都識睇嘅，全世界的阿拉伯數字。但相反，繁體漢字咧係好 uniqueness 嘅，其實嗰件事係咁，所以很多遊客嚟到咧係會因為不明白個意思。但是見到一個咁獨特的繁體漢字咧，而駐足而影相，係呢個係一個咁有趣的地方嚟。關埋啊面盤啊，入咗石屎啊，咁啊通唔到咧，同埋裏邊啊，依家香港嘅渠咧，通常就嗰啲塑工具嗱，啲安全帶，好啫，啊呢度啲安全帶。哎，我是渠王，有何贵干？
Okay.